天后立斗。资料照特派记者林正坤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独卖巨人22岁年所投天后立斗连续两个球季缴出10胜以上的表现，今天获得球团加薪，明年的薪水来到9000万日元。当初天后立斗在2013年加盟巨人时年薪才600万日元，如今身价可说是暴涨15倍。田口立斗在2013年选秀会被独卖巨人队以第三指名选中，并以签约金5000万、年薪600万日元的合约加盟。他在2015年升上一军，薪水增加至630万日元。该球季他缴出3胜5败，防御率2.71的成绩，隔年薪水增加至1800万日元。2016年球季，田口立斗投出10胜10败，防御率2.72的表现，季末获球团加薪至5000万日元。今年球季他更是缴出13胜4败，防御率3.01成绩，连两年有着双位数胜投，如今获得球团加薪，明年的薪水为9000万日元。田口立斗也是巨人军阵中胜投第三多的投手，仅次于麦克拉斯 Miles Michaelis 14胜，王牌间也斥资的17胜。他表示，他明年球季的目标是15胜，防御率2.50以下。田口立斗资料照特派记者林正坤社。